儿这家店是1955年开到现在了，这家店太震撼了。我往这儿一坐，点完菜10秒钟，啪啪啪给你上齐。这咱今天的这顿饭啊，3荤1汤。太重口味了，开那大嘴，云和中国成都站啊，今天咱们要去吃一个1955年开业到现在的老馆子啊，这么老的一个馆子，咱是不是得配一个老品牌？酒库呀，我的到哪儿都能喝一点，就这个吧。大西窖第一款酱香型白酒，咱今儿试一下，看它到底硬不硬。这是库房，这不是车，这不开。就是这个店吧，坐哪儿，老板？里边。哎呀。感觉就是团圆名记哦，进了一个洞，就是这样子，这种感觉就是这样上菜呢，没有菜单，没得菜单，没得菜单，给他来个素的，我要个荤豆汤，盘菜一个心子，全是猪肉，肥肠，剔骨肉，心和肚，各拌一个，三个，这是猪全宴，我的妈呀，肥肠。四川做这做得好，哇，这个太棒了，这舌头是吧？这是肺子，这是个全猪宴，这是耳朵，现场拌啊，这肘子，这是醋，辣椒，哎呀，川菜这就靠这辣椒呢，味精花椒一弄，哎，太美了，这四川这饭都是这么吃呢，看一大桶，哎，这样子，哎。有意思，这店太有意思了，兄弟们，这么大，从外到里，简直是坐席呢，流水席上是肥肠，这荤豆汤肥肠，你看这肥肠。兄弟们看，这咱今天的这顿饭啊，3荤1汤，一个酱酒，可乐可乐啊，哎呀，酒弄急，哎呦，事前先闹一口啊，来兄弟们，对一下。大品牌的酒没有鞋杂味儿，酒体很干净，哎呀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拌菜拌菜，这辣椒让我有点害怕，这油，再看这个，这肥肠兄弟们带肠油的，这个呢是肚子，先让我闹这个肥肠吧，四川人做肥肠都不去油吗？太重口味了，香，他们家这花椒放的太多了，这我刚喝一口白酒再吃这个太上头了，顶，压一口压一口，你吃了再必须得有酒，没酒压不住，来试一下这个，这是心和肚拼的啊，试一试啥味儿，跟肥肠一个味儿，这料都长得一样，你来这儿吃东西啊，点一个就够了，都是一个味儿，就靠三样东西，辣椒油、味精、花椒，没啥点评的，贴骨肉啊，这个口感应该更好一些，太香了，好吃不过贴骨肉嘛，嗯，很有嚼头，哇，这个好，有嚼头有口感，吃着过瘾，这剔骨肉切的比较厚，它能吃出这个肉味儿，其他这几个我说实话啊，吃的就是都是这调料的味儿。再闹一口吃饭，酒过三巡开始了，酒过三巡嘛，这是他们家招牌肚汤，哎呦，这个趴温度还挺趴，这是个荤的啊，肥肠，你看这肠油，哇，我觉着你来他们家啊，喝这个素豆汤就行了，太油了，这一般人着不住的，豆汤饭就是要泡的，会吃吧，肥肠，嗯，这东西就下饭下酒，太重口味了，这是下泡菜，啊，这莴笋，哎呦，这泡菜不错，这很爽，嗯，这个好，这个跟这搭配起来特合适，这泡菜，还得加汤还，好，豆汤还能加。新加的是素豆汤，这素豆汤好喝，兄弟们。越来越清淡。嗯，我发现四川人民对这个豆汤是情有独钟呀。我去很多地方都有豆汤，泸州那边是豆汤面，豆汤面也好吃。四川的饭你可以说是专治各种食欲不振，太重口味了。你觉得咋样？真香，我觉得是真好吃。这对重口味的人来说，这个很好。倩倩是我见过最能吃辣的女孩，哎，你们有兴趣可以挑战一下。这边算一下，115，115，来，小助理，付钱。
这边酸账这说话特别快，听不清，一时是三十五幺幺五。点评一下啊、哦，他们家上菜是真快，兄弟们，十秒钟给你上齐了，菜的味儿也不错啊，挺好的，但都是一个味儿了。我强烈推荐剔骨肉，那是真好吃啊，性价比极高呀。成都这消费，我觉得还是蛮亲民的啊、哦，3.5分。